其實可以慢慢去改變，但係你如果嗰間鋪頭係真係有得去，我回收翻個餐具俾佢嘅話，我係 OK， 係冇乜問題呢、這個。即係好似我嚟 Coffee and 呢度飲都係借杯，都已經知道有借杯之後，我就冇再用過佢嗰啲膠杯紙杯啦。已經初初咧未有呢一個借杯咧，我係自己帶自己杯嚟嘅。咁自從佢有之後，我就好輕鬆啦，可以嚟到先至借。我哋本身好多都自己帶杯，咁就嘗試下 join 入嚟呢個咯。咁同埋有啲都會係都多咗啲客咧，就係其實佢哋本身自己都想環保，但係咧就唔想成日袋住隻杯喺身，咁嗰啲客就好方便佢哋喺度借，譬如附近 office 啊。大家倒清曬水佢啊！超級開大窿嘅中間，即係如果我咁大空間，其實隔離嘅都係三四 kg 到嘅。統計嘅嘢咧，可能係同日常生活咧，我哋比較常見嗰啲垃圾有關嘅。同我哋日常生活比較多積氣行為相關嘅垃圾咧，其實個數量一路 keep 住依然都係唔少嘅，可能係啲膠樽啊、餐盒啊、餐具啊、膠袋、膠杯、飲管呢啲垃圾係一路 keep 住，其實都係香港海邊常見嘅垃圾咯。積氣係一個問題嚟嘅，就算你係用唔同嘅物料都好啦，其實你本身都係用咗一啲珍貴嘅資源，攞佢可能用一啲好短時間嘅利用，可能只不過係我哋食一餐飯半個鐘、15分鐘飲一杯嘢，咁我哋就將佢抌翻喺個環境度。我哋要去檢討嘅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成個社會可以用少啲積氣嘅嘢。就發覺生產階段其實佔了極大的排放量，就算我們真的拿去回收也好，其實它處理了的只是很少部分的棄置排放量，不停地去回收生產，回收再去生產，其實沒有解決到積氣物品最根本的極大量的生產階段排放出來的污染。所以我們認為重用系統是應該社會要慢慢去轉變營運模式，去應用回到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